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次的游戏影片，这是《明日方舟》，我是杰。那么这一个影片呢，就是来说一出第0章还有第1章的一些重点关卡。那么重点关卡呢，就是对于，就是我玩的时候呢，只要有就是超过一次，就是重新玩这个关卡的话呢，就会录下来，就说一说。这个关卡就是有一些就是要什么注意的地方了，那么有可能对于某一些玩家来说呢，就并不是一些难关，对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就是基于我玩的时候所遇到的认为比较难的关卡了，对，那么所以这一次就只有第0章还有第1章，那么第0章的话呢，其实除了最后一关，基本上全前面的那些关卡呢都是教学，所以呢就只有一关了，就是第0章。那么第1章的关卡呢，就反而就有5、6个了。有这个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账号呢，其实是一个主号。那么所以为了就是贴近就是新手玩家所遇到的情况呢，所以我又重新开了一个。就是新手账号，那么就是玩的时候呢，大家等一下看到那些关卡全都是重新开的账号，对，就是贴近那个情况。那么直到录到我这个主号的那个进度，也就是第2章的 S2 第8关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陷阱一啊，大家看到这个就是这个。那么到时候就会用为主号。那么现在就来说第0章还有第1章我所遇到的那些难关。那么这次呢，就是第0章的最后一关。对，那么第0章呢，前面全都是教学关卡，比较注有要注意的就是最后这一关。那么这一关呢，其实，要注意的就是它，这个关卡快要结束的时候呢，会出现2个野蛮人，对。那么那2个野蛮人呢，一个呢就是在上面的那个出怪物的出来的，那么还有另一个呢，就是下面的那一个红色方块那里出来的，那么那2个野蛮人出来的时候呢，是不会那么快攻击的，他就会站在那里一段时间。对，所以呢，最好的就是呢，那个可放置的角色呢，先留着2个。对，等他出来的时候呢，就放就是狙击的干员，对，或者是术士的干员都行。对。那么现在已经出来了，所以我们立刻放狙击手的干员，一个在下面，一个在上面，就拿来消耗野蛮人的血量。对，那么他们要攻击的时候呢，就我们的那个就是先锋干员，还有那些攻击的近卫干员呢，就容易的处理，也不会那么崩盘。如果没有消耗他们的血量呢，以这个数量来说是很容易出事的。对，那么这一关第0章最后一关就只有这个是要注意的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如果是第一次玩这个关卡的话，我觉得是不可能，就是第一次就能够拿3星啊，这，因为我自己也是没有一下子就拿过3星。那么这一个关卡呢是第1章的第2关，对，那么就固定成员啊，就没有办法用自己的，那么就是所以呢，它是固定成员，所以就拍了这个。但是相对而言呢，其实这个关卡并不难啊，并不难。那么上面虽然就是也有一条路线了，但是呢，就并不是太麻烦的，对。那么只要布好这个位置呢，
就没有太大问题。那么首先呢，就放了个重装的干员，那么它可以挡3个。然后上面呢就放了个分可以挡2个。不过最主要的主力呢还是下面那一条路线了，然后再放了一个就是先锋干员了，就是在旁边做输出，然后再放一个补血的。那么这个位置刚好就是能够补到重装还有先锋，然后再放这个术士干员就做输出了。那么基本上都会把他们全部都放了吧。这个是群体攻击，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狙击。但是其实呢，这个狙击干员其实我放错了，应该是要放那个补血的，对，补那个上面那个路线的那个攻击干员，因为他快没血了。那么狙击干员这个其实放在前面2格，就是对着那个就是怪物丛生的地方会比较好。这里其实放错了，对，但是也并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因为这一关其实并不难，对。那么就轻轻松松，再怎么说也是很前期的关卡，应该通常都不会难太多，而且还是固定成员的。OK，那么这是第一章的第3关。那么这一关的重点呢，其实是术士成员呢是比较重要的。那么上面那一条路线呢，就直接对上面那一条路线放一个重装干员，然后再放一个输出的成员呢，就基本上就已经能够防得住了。对，那么当然也要放一个补血的。反而是下面的话呢，就是如果我们放这个，就是近卫成员的话呢，到后面的话其实是挡不了这个拿盾牌的敌人。对，现在有一个是站在那里不动。那我们现在要放一个术士成员，那么这些敌人呢，都对于这个魔法或者是法术啊，那个抗性呢就偏低的。那么只要摆了一个术士成员的话呢，那么就能够安全的了这一关。对，然后再放一些，基本上这个阵型已经成型了。那么上面再放一个补血的，对，再放一个补血就这一关就通过了。那么下面的话就要记得最好就要放一个法术的这个成员就行了。OK，那么这一关就通过了。OK，那么这是第一章的第5关。那么这一关呢是红色的关卡，相对前面那些白色关卡呢是要有难点的。那么这个难点呢就在于，就是大家要记得要带4个或以上的一个近卫干员或者先锋干员。那么首先他先出第二条路线的怪物，对，那么就按照他要出的顺序就放这些近距离攻击的干员就行了。那么也要记得就是放补血在同一行了，就是横着放。那么基本上这一条就这一排的话的近卫干员呢就会补得了血，然后前面都放一些就是远距离就是狙击手的干员。那么因为呢这一关呢是有飞行的敌人，那么首先先放出来，那么也可以做一个输出伤害，然后最后2个角色呢就放法术，那么这一个是一个6星的一个
特殊的成员，就是只要打中敌人就会减缓速度，那么也算是法术的一个角色了。对，只不过就是能够减缓敌人的速度，也是蛮重要的。最重要它是六星，好。那么基本上这个阵型已经是 OK 的了，就一定过了，只是等他这些怪物出来。那么虽然这是一个红色的关卡，但是呢，就是没有一点的难度，对，就只要没有放错就行了。那么这个阵型就一字形，一排都是放的角色的。那么现在是最后一波了，哇，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角色，就是扔燃烧瓶。OK，那么这一关就轻轻松松。OK，那么是第一章的第八个关卡，这是有 BOSS 的，那么也就是有大佬的一个关卡。那么这一个关卡呢，就两条路，一个上面，一个下面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可以用的一个装置，那么就可以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啊，应该是9宫格吧，对，就会能够震晕啊，就是他附近的敌人。那么这一次的阵型排法呢，就是上下啊，基本上就是对称的，对。那么上下都有两个的先锋干员，然后上一下都有两个的狙击干员，然后下面就先有补血的啦，对。然后这个重装干员还不用那么快放，然后呢上面那个分呢，原来就是来不及放那个补血，所以就挂了。那么现在呢，立刻就补回一个补血的干员。那么基本上其实就上下都一样的配置了。不过上面的话呢，就放了一个重装干员，是因为大家看到我那个 BOSS 已经就是瞬移到我们的后排呀，所以呢，就是上面那一排呢，就是就是比较多那个的那个输出啊，然后也用那个眩晕，就是震晕的那个 BOSS，就是大佬。然后下面其实相对而言的话，就比较少那个敌人进攻，反而是上面就比较多。所以你也看到我最后的那个术士干员也是放在上面。然后呢，到最后其实发现其实是下面的其实是不够输出的啊，虽然就没有就是破掉啊，但是我也补回了一个，这个应该是近卫干员啊，就是加快这个速度，就完成了这一场的这个 BOSS 关卡。那么这是第一章的第11的关卡，那么这个关卡呢，可以就是说是下一个关卡的一个练习吧，对。那么因为这是一个固定成员的一个，也是有 BOSS 的关卡，而这个 BOSS 呢，它是就是丢炸弹的，而且它的那个能力呢是就是那个倒数啊，对，还造成蛮高的伤害的，而且它并还可以，并不是固定。就是一个友方的成员了，他应该是可以复述的，不要两三个可以计时。那么一开始呢，其实他就站在那里就是不动。那么因为这是固定成员嘛，所以呢就按照最基本的配置，就是重装干员在前面挡住敌人，然后他后面就放一个先锋或者近卫干员，然后再放狙击干员。然后再放补血的，对，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配置了。然后最后就放一些术士成员啊，对，
然后现在就，我现在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威胁了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，它上面那个出怪，对，所以上面那一条路线最起码也要放一个先锋或者近卫干员。不过相对而言，上面出的怪物就相对的少，所以一个就可以搞定了。反而就是中间出怪物还有下面出怪物的就要多留意一下。然后快接近尾声了，这个 BOSS 呢就蠢蠢欲动了，准备要靠近来。然后这些大招就存到现在就可以开的了。不过反而这个关卡最重要的就是那个 BOSS 了，对，因为这其实应该是算热身的一个关卡了，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 BOSS 的这个伤害啊，你看它的伤害还蛮高的，对，最重要它的能力啊，可以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下子就炸死了三个？所以下一个关卡是蛮难的，就是最后一关。那么 OK，这是第一章的第12关，也就是最后一关。那么这一次呢，也是 BOSS 关卡。那么这个 BOSS 呢，就是在前一关，就是热身的关卡呢，就知道他的能力了。那么我们要防的就是左边还有右边的路线。那么左边呢，就是重点防御，因为那个 BOSS 呢，他等一下是会走左边的，而且呢，左边的那些成员呢，就是最好就是越靠近那个通道呢，就是会比较好，就是不要让他，就是离他太远。因为如果离他太远，因为他是一个远程攻击的敌人呐、啊，所以如果越离那个通道越远的话呢，那么他做的输出呢也就会变多。所以呢，你看到我那个左边那些放置呢，全都是靠近那个通道，然后右边的话呢，就是放了一个术士成员，还有一个近卫成员，再加一个狙击成员了、啊。对，那么其实右边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，因为伤害就足够的。反而等一下就是对，就是现在那个 BOSS 已经来到了，然后就开了这个加防的一个技能。那么现在我们很靠近那个 BOSS 了，对，然后再开那个装置，就是让这个 BOSS 呢眩晕。你看他一开技能就已经全部已经死翘翘了，那么就 OK 完成。简单来说就是尽量的靠近那个通道就行了。OK，那么第0章还有第1章所遇到的那些，我认为是难关的了，就是攻略了，就是希望能够对于大家有一些帮助。那么也是那一句话了，这都是我玩的时候所遇到的啊，不代表的就是难关，就是以我的情况了。那么如果你也刚好就是在这一个关卡就是遇到一些问题呢，也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对，那么之后呢就会出第2章，那么也是同一个情况，就是只要我，就是重复了，就是超过一次玩这个关卡呢，我就会录下来看一下这个关卡有什么一些重要的一些要素。那么全部都是以3星通关为主。对，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一次的影片呢，就记得按赞，那么还没订阅的记得订阅。那么我们下一次的《明日方舟》第2章的攻略影片呢，就再见。我是杰，OK，拜拜。